小小扭蛋，大大欢笑，欢迎收听欢乐卡恰蹦。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，你好，我是糕点姐姐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要一起学习昨天我们欣赏到的歌曲《微笑彩虹》。它的歌词非常的简单，唱到了彩虹，也唱到了这首歌曲的主角挪亚。那么我们要来学习挪亚的精神，顺服上帝。顺服有什么样真正的具体的行动呢？顺服就是听到要马上去做，不能拖拖拉拉的。小朋友，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完整的，而且是真实的、踏实的顺服我们的爸爸妈妈。顺服爸爸妈妈跟顺服上帝是一样的，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要顺服，我们就要马上去做，不能拖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学习《微笑彩虹》它非常有意义的歌词。它的歌词是这个样子的：圆圆弯弯美丽的彩虹，高挂在雨后天空中，微笑看着我，好像要对我提醒什么。学挪亚顺服造方舟，听到神的话马上做。顺服就是听到马上去做，不能拖。那么现在你可以依照着我们今天刚刚学习到的歌词，来跟着歌曲的旋律来练习这首歌曲要怎么唱。预备好了，就请你跟着歌曲一起开心的大声的唱吧。来，圆圆弯弯美丽的彩虹，高挂在雨后天空中，微笑看着我，好像要对我提醒什么。顺服造方舟，听到神的话马上做。顺服就是听到马上去做，不能拖。间奏，等一下我们再唱一次。圆圆弯弯美丽的彩虹，圆圆弯弯美丽的彩虹，高挂在雨后天空中，微笑看着我，好像要对我提醒什么。旋转呀顺服造方舟，听到神的话马上做。顺服就是听到马上去做，不能拖。旋转呀顺服造方舟，听到神的话马上做。顺服就是听到马上去做，不能拖。小朋友，希望你喜欢我们这个星期一起学习到的这首歌曲《微笑彩虹》。糕点姐姐更希望你可以学习到这首歌曲要告诉你的精神，顺服就是听到马上去做。愿这首歌曲这句台词成为你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，不管是顺服你的爸爸妈妈，或者是顺服上帝，糕点姐姐都希望你能够因为这首歌曲，所以为自己培养积极而且进取的良好品格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别忘了在完整的节目里有更精彩丰富的内容在等着你哟。你可以点选收听节目，点选欢乐卡恰碰，就可以继续的跟着我们一起欢乐一整天了。我是糕点姐姐，我们节目里见喽，拜拜。圆圆弯弯美丽的彩虹，高挂在雨后天空中，微笑看着我，好像要对我提醒什么。旋转呀顺服造方舟，听到神的话马上做。顺服就是听到马上去做，不能拖。圆圆弯弯美丽的彩虹，高挂在雨后天空中，微笑看着我，好像要对我提醒什么。旋转呀顺服造方舟，听到神的话马上做。顺服就是听到马上去做，不能拖。
卷暖阳顺服早方舟，听到神的话马上做，顺服就是听到马上去做，不